如是我闻。一时，释迦牟尼佛与八千大比丘和三万二千位菩萨在梭羯罗龙宫聚会说法。所有一切众生，因为内心思想不同的缘故，造作出来的善恶业也不同，因此才有天人、阿修罗、畜生、恶鬼、地狱这六道的生死轮回。龙王啊，你看这个大会与大海中形形色色各种类众生是否个别不同呢？这些众生没有不是由自己的心念造作出善与不善的身业、口业、意业所致使的结果报应。当然，心是没有形色的，不可见，不可取，是虚幻不实的。说到底，毕竟诸法是无主体的，没有所谓的我和我所。虽然众生各自随着自己所造的善恶业因而现起种种不同的业果，而实际上其中并没有能够造作的主体。一切法从自己的心想而生，都是没有自性，如幻如化的。你们懂得了这个义理后，就应当广修善行，止息恶行。这样的话，你们所现的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等的果报身心，将是十分端正庄严的，使见到你们的人都心生欢喜，毫无厌倦。龙王啊，你看佛身相好庄严，光明无比，这都是从无量劫来修集百千亿种福德所生起的。你再看看这里的各位大菩萨，他们妙色相好，庄严清净，也都是从修集善业、培植福德所生的果报啊。龙王，你应当知道，修菩萨行有一种法，能够断除一切种种恶道的苦。是哪一种法呢？就是要日夜思维观察善法，使种种善法在念念相续中不断增长，不容许丝毫恶法掺杂其中，这样便能永断种种恶道之苦，并使种种善法得到圆满。无论得到人身、天身、声闻菩提、独觉菩提，还是无上菩提，都是依照这一善法为根本而得到成就的。这种世间出世间的光明大道，就是十善业道。哪十种呢？就是能够永离杀生、偷盗、邪行、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、贪欲、嗔恚和邪见这十种。龙王啊，如果能舍离杀生的罪行，就能够得到成就十种脱离苦恼的善法。是哪十种呢？第一，对各种众生普遍布施，没有怖畏。第二，时常对于众生会升起大慈悲心。第三，
永远断除一切嗔恨恚怒的习气。第四，身体时常无病苦。第五，寿命会活得长远。第六，时常会受到非人类的鬼神所守护。第七，时常没有可怕的噩梦，请睡或者觉醒都很快乐。第八，灭除一切结怨，怨恨仇害自然解除。第九，不会堕落地狱、畜生、恶鬼、三恶道的恐怖。第十，命中后必定上升天界。就是这十种功德利益，如果能将所修的功德回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以后成佛时就会得到佛的随心自在、寿命要长要短、无障碍的果报。再说龙王啊，如果能够舍离偷盗的罪行，就能得到十种有保障而可信的善法。是哪十种呢？第一，物资财产盈积充足，而且国王、盗贼、水灾、火灾、不可爱的败家子都不能消散毁灭。第二，多数人会敬爱怀念。第三，别人不会欺负。第四，十方的人都会赞美。第五，不用担忧会受损害。第六，善良的名声流传远播。第七，处在群众心无畏惧。第八，钱财、寿命、容色、体力都一切安乐，而且辩论口才具足，没有缺陷。第九，时常怀着布施救助的心意。第十，寿命终了必定上升天界。就是这十种，如果能将这所修的功德回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以后成佛时就能得证清净大菩提的智慧。再说龙王啊，如果能舍离邪淫秽行，就会得到四种智者所称赞的善法。是哪四种呢？第一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器官都很调顺。第二，永久远离纠纷喧闹与内心的调举散乱。第三，受世人所称赞。第四，妻子没有人能侵犯。就是这四种，如果能将这所修的功德回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以后成佛时就能得到佛身大丈夫难根隐秘不露的藏相。再说龙王啊，如果能舍离打妄语的罪业，就能得到八种天神所赞叹的善法。是哪八种呢？第一，口常清净，发出幽波青莲花的香气。第二，被一切世间人所信仰服从。第三，所发的言语可成为证明，受人间天上所敬爱。第四，时常用爱语安慰众生。第五，心意能得到殊胜的安乐，身口意三业都很清净。第六，说话不会错误过失，内心时常欢喜愉快。第七，所发的语言必受他人尊重，人间天上的人都会一一奉行。第八，智慧庄严殊胜，没有人能超越制服他。
就是这八种。如果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以后成佛时就会得到如来真实不虚的语言。再说龙王了，如果能舍离两舌挑拨的罪业，就能得到五种不可破坏的善法。是哪五种呢？第一，得到不被破坏的身体，因为没有人能伤害他。第二，得到不被破坏的家庭眷属，因为没有人能迫害他。第三，得到不被破坏的信用，因为顺于本分所修的道业。第四，得到不被破坏的法力道行，因为所修的道行很坚固。第五，得到不被破坏的善知识，因为不曾欺狂迷惑别人。就是这五种，如果能将这所修的功德回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以后成佛时就会得到正信的眷属，一切魔的眷属都不能阻碍破坏。再说龙王啊，如果能舍离恶毒的口业，就能成就得到八种清净的善业。是哪八种呢？第一，所说的话不乖违适度。第二，所说的话都对人有利益。第三，所说的话必定契合真理。第四，言语词句都很美妙。第五，所说的话都可以承受领会。第六，所说的话可以相信采用。第七，所说的话不会被人讥笑。第八，所说的话全部都是令人欢喜，别人乐于接受。就是这八种，如果能将这所修的功德回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修正，以后成佛时就会具足如来清净梵音的声相。再说龙王啊，如果能舍离花言巧语的口业，就能得到三种决定不变的果报。是哪三种呢？第一，决定被有智慧的人所喜爱。第二，决定能用智慧依照事实回答所问。第三，决定在天上人间所成就威德是最殊胜的，因为所说的话没有虚妄不实的花言巧语。就是这三种，如果能将这所修的功德回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修正，以后成佛时就能得到如来一切所受记的果报，丝毫都不会荒唐而捐弃。再说龙王啊，如果能舍离贪求欲望，就能得到成就五种自在满足。是哪五种呢？第一，身口意三业自在满足，因为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都具足圆满。第二，财产宝物自在满足，一切怨仇盗贼都不能抢夺去。第三，福报德行自在具足，能随心所欲，因为一切物品都能具备满足。第四，国王的权位自在满足，任何珍贵奇妙的宝物各方都会来奉献。第五，所获得的物品都超过所需求的，甚至超过百倍的殊胜。
这是由过去世不悭贪、不嫉妒别人的缘故。就是这五种，如果能将这所修的功德回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修正，以后成佛时在三界内是特别尊贵殊胜的，天上人间都会共同恭敬供养。再说龙王啊，如果能舍离嗔恨恚怒心的意业，就能够得到八种喜悦的心法。是哪八种呢？第一，没有损害恼乱的心；第二，没有嗔恨恚怒的心；第三，没有斗争诉讼的心；第四，有柔顺温和本质正直的心；第五，能得到圣者的慈悲心；第六，时常做利益安慰众生的心；第七，身体相貌端正庄严，众人都共同尊敬；第八，以和气忍辱的缘故，能快速升到清净世界。就是这八种，如果能将这所修的功德回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修正，以后成佛时就能证得没有障碍的心，观看的人不会讨厌而起欢喜心。再说龙王啊，如果能舍离愚痴邪见，就能得到成就十种功德善法。是哪十种呢？第一，能得到真正善心的快乐，得到真诚善良的善知识；第二，深信因果报应，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，始终都不敢做恶业；第三，只专心皈依佛教，不再皈依其他天神外道等；第四，把持正直的心、正见的心，永远脱离一切吉凶的疑惑罗网；第五，会时常生在人间天上，不会再堕落地狱、畜生、恶鬼三恶道中；第六，具足无量福慧，辗转增加殊胜；第七，永远舍离邪魔外道，实行佛法圣道；第八，不起虚幻的五蕴之体，而身身见执着，舍离一切恶业；第九，安住在无碍的正确见解中；第十，不会堕落各种灾难。就是这十种，如果能回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修正，以后成佛时会速证一切佛法，成就自由自在的神通法力。就是这样，龙王啊，举出纲要来说，能实行十善业道，又用戒律来庄严大道的话，就能升起一切佛法真实的利益，又能圆满所发的广大誓愿，又修持忍辱行来庄严大道的话，就能证得佛的圆满应声，又具足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，又能依精进来庄严道行的话，就能破除魔障怨结，深入佛法宝藏；又修持禅定来庄严道行的话，能产生意念不忘、智慧、惭愧心、轻松安适；又修持智慧来庄严道行的话，
能断除一切分别所生的虚妄错见。龙王，你应当知道，此十善业道能使六波罗蜜、四无量心、四念处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知、八正道，乃至十力、无畏、十八不共，一切佛法皆得圆满。所以，你们应当勤修学十善业道。龙王，譬如一切诚意聚落，皆依大地而得安住；一切药草、惠木、丛林，亦皆依地而得生长。此十善道亦是如此。一切人天的善报，也都依靠十善业而安立。一切声闻阿罗汉果、独觉与圆觉，以及大乘的菩萨行，一切佛法都共同依靠这十善业的大地开始修起，而得成就。佛说完此经后，梭杰罗龙王和在场的大众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